监视器画面，我相信这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不道歉的，不认罪，造成我非常伤害。不能上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在阶梯那边走，大家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不要后退。我们站在阶梯上，好吗？左边一点。哦。小心，小心，你给我站在那边等一下吗？你给我讲一下吗？在这边。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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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。小心，小心。第一，我希望告诉人跟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陈金辉医师，能够提供他们在记者会跟通联中多次提到的监视器画面，我相信这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那如果各位有任何的疑问，可以询问陈金辉医师，他主张有监视器，而且多次的告诉我这件事情。希望他能够解释清楚。第二，在案件后续的节目里面 ，TVBS 新闻部的副理樊启明曾经提到，在本案中有一名国民党的党国大佬是告诉人的导师跟重要的人士，强烈要求他必须要出来开启这个案件。那根据分析，我们认为这个人很有可能是金溥聪。我们接下来会要求，会要求北院传唤金溥聪出来作证，因为他可以下这么大的决定，显然他掌握的资料比我们看到的告证跟北检掌握的告证还要多。我们希望他能够出面厘清事实。第三。剩下各位的疑问，我们今天晚上直播会为各位说明。谢谢。来，直接快，直接快了，快了。被告自从被起诉至今，不道歉，不认罪。造成我非常伤害，还有恩重伤害，让我还有我的家人都非常痛苦。我相信司法会还我公道，至于我们就静候司法调查。谢谢。那今天这个吧，有没有什么事？小心。车，小心，有车。